Then the Dutch is similar Jamba Mare, Mavalose Gomjabe, Neva, Jizumele Gomjabe, Tabolaze Gomjabe, Neva, come up, go to the Marshall Banam, your Gomjabe, Neva, had said something ten or ten, not Gomjaki Hore. Ah, Ronjin Nelu, Ninjete, Shu Tamzela, Chavion, do the same Tamzela, Nelu, okay, Ninjit, Ronjin, Chavion, take a tinging jet, as you want to do. Ganamdo, Sushabe, Ninjit, number top of the seven Ninjit, and eh. 那现在他们就推到的下土个嘛的，三三脚三头了嘛，就推到这个的。大金空头些把大土给，现在马大边那个不啦？这些人不嘛啦？人家这个有的，这这边这边，这那些当地这边，这当些，这亲戚老同学这个的。啊，这样罗一郎些，大土上些家，马大王家，他们过啊，罗一郎些推大土，让新个上些的，但马大亲戚老同学呢？ 过了，差不多五三年，通过俺们人民说的，那么多个人去接个，那么多个的就引起这个那场，这个俺们内陆个俺了下呢，还有团团被内陆个，通过工作部引起这个那场活动，哎，内陆个引起俺了那场，俺就他通过把个天天嘛些那新个嘛的，内陆俺了下呢，还能认出来，对，没了，没办没办引起呀，是的，啊，这把没办看也没办引起，然后。 伢明节了，冬季凝结，凝不见些；冬半节个讲了凝结了呗。冬季凝结凝不见样送的。后来伢伢隆重团呢，准备凝结成个这样，凝结有的，听着是凝结的。那呀，这个凝结的，那节呢，凝结的久了节呢，那天呢凝结破的东西，那凝结的，凝结这个让心的，那内陆团了下呢，对不对？ 对，俺俩做过提拔新兵，伢们当过江浙的送的，现在他光把俺到啊，那现在今天是光把这我当做把看的呀，明天是下了买不咋的要买的。俺做好出工也呀，明天我呢光过来，好出工的，明天马上是在北俺江西当代的光嘛，要计划什么，明天上新部的计划领个来送的，那朋友们把那看见好出工。 在了，在了，那都没办法，以前在打不光马戏，光马戏把单，天天，哎，把人家都不见了，这边，天天老些忙不穷的，真正的解决，这个手段的，可能给光被，比咱们那个，故事个手段看着，对吧？天能行，这个人家都死了，嗯，他的天天弄个人家的穷了，天天忙到老些不的，哎呀，他昨天穿了，都是来送。 Jangan lupa like, share, dan subscribe.
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别人选择的是它的中心。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也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请您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划拨账号5001-6766 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
今天我们因缘殊胜，能够大家一起在这边做三天最圆满的法会。法会的内容可以说是我这一辈子每天在很努力推动的，受八关斋戒，下午呢三时细念，大家念阿弥陀经，祈愿自己乃至所有人类众生往生者，念下信愿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感谢我们湛净法师，很多法师菩萨，后面这幅极乐世界接引图重不重要啊？你什么都可以忘掉，这个图不要忘掉，因为人死亡是必然的。我们希望这辈子快乐，下辈子快乐，永永远远快乐，到了极乐世界就可以达到永永远远的快乐，没有生老病死的痛苦，没有爱别离痛苦，没有各种身心的痛苦，轮回的痛苦。所以以八关斋戒的持戒布施出离心做基本，而发起了大悲心菩提心，愿所有众生脱离轮回，往生净土，将来可以成佛，跟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一样普度众生，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愿所有轮回受苦的父母众生都能够脱离轮回，往生净土，成就空性大悲心不退转，成佛度众生。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人间的意义，他告诉我们念一下众生皆可成佛。为什么呢？再念一次，众生皆有佛性。所以所有众生都跟佛一样具足如来智慧德相，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无明妄想所造的业障，让我们被障碍，让我们自己呢不了解真相，在追求贪嗔痴而轮回受苦。所以各位写了这么多的牌位，也感谢这几天很多很多很多义工菩萨到现在还在忙啊，在为他们铺了最庄严的坛城，而且呢刚刚我去看还做了一张十方法界我看到了最大的一张超度牌位，大家给他们感恩鼓掌啊！事实上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了。而且法会期间天天念下点万灯供万水，天天放生。报告各位一个好消息啊，今天会送来四只念下母牛啊。到了金门呢、啊、我们发觉金门最大的痛苦呢是到处有养这些牛，不是养来放生的，是养来杀的啊！所以我们能够尽量救。所以昨天就问那个卖牛的，他说他可以让我们救十二只啊，啊，三天法会一天四只啊，而且一问，哎呦，价钱还不贵啊！我们在台湾买可能要四五万台币，这边19000块台币啊，所以当然各位也可以随喜参加。那明天
大蒙山超度大法会，用好吃可口的甘露食物来为六道众生上供，乃至呢以这样的食物善巧方便引导他们来，愿他们吃即解脱，往生净土。第三天呢，我们除了放生、点灯、供水，我们还要礼拜，那叫慈悲三昧水忏。老实说了，我的妈妈被宣布癌症，除了我发愿学地藏菩萨发愿修行出家，那就是每个月替我妈妈拜一次三昧水忏，这样呢癌症就不会升起。就像我的哥哥也是得癌症，那我也跟他说，你就每一个月拜一次三昧水忏，就可以把你过去世的烦恼以及身口意造的恶业以及可能会得癌症的果报都消除掉。所以各位最好也能够每一个月拜一次慈悲三昧水忏，为自己为家人，当然最大的发心是大悲心为众生啊。那最好什么时候拜呢？那就在守八关斋戒的期间来拜最好。所以虽然我们今天传八关斋戒，但是我也希望各位明天也守八关斋戒，后天也守八关斋戒，好不好啊？顺便减肥嘛，啊，因为今天是农历十三，明天是十四，后天是十五啊，那都是斋戒日啊，特别明后天，那用这种斋戒日再来放蒙山拜水忏啊，这样呢力量更大。因为我们上面写的两岸和平啊，消灾祈福超荐大法会，这个世间真正的和平是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天来自于台湾金门、厦门、福建、上海很多地方的菩萨，怎么和平？唯有佛法让我们永远和平啊！啊，那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念一下：众生和平，众生平等。为了啊，希望两岸永远和平发展，世界和平，哪一天达到弥勒菩萨的真正的众生和平，人跟动物一起和平。没有一只小蚂蚁被伤害，没有一个人在受苦的和平。那弥勒菩萨发愿，如果我成佛了，第一条制定的戒律就是不吃肉。所以因为人间没有杀生，没有吃肉，所以没有人生病，每个人都活到八万四千岁，每一个动物都互相相爱，人跟动物，没有狮子在吃羊，因为大家都吃自然的。在弥勒菩萨成佛的时代，因为他的这种悲心和平啊，花草树木水果不用种，自然生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真是世界和平，众生和平。所以呢，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人间净土赶快到来。所以希望今天大家来受三天的法会，能够发大心，为金门、为厦门、为台湾、为两岸、为世界、为整个法界的永远的和平而努力，好不好？如果如此啊，这样发心，我相信各位生生世世轮回啊，一定是做吃素的皇帝、吃素的总统，一个真正有和平的、有影响力的人，去影响整个世界。各位就知道，世界有这样子的对立、竞争、贸易战、宗教的对立、民族的对立，那就是来自于人类的分别啊，来自业障。什么叫业障啊？过去你杀
杀我，现在我杀你。所以过去我们假设我们这一群人是抓鱼的，我们去抓了5000条鱼把它给杀了，然后那5000条鱼将来就会做人，我们这一群人不管投胎在哪里，他都会把你杀掉。就像佛陀的时代，佛陀的家族全部被杀掉，只要有抓鱼吃鱼的，连没有吃没有抓的，只有比那个鱼说你要死了都要头痛3天，那叫佛陀。所以这个世界要真正的和平，那不是用嘴巴喊和平，也不是用战争对立，和平必须用一个和平的心，那是绝对平等的慈悲心。那慈悲心必须以惭愧心修忍辱做基础。所以希望各位这3天的法会，我们培养出一个永远惭愧忍辱爱众生的心态，那你到哪里，哪里的战争就消除掉，哪里的对立就消除掉。所以佛陀说，一个内心和平的人出现了，地方上没有战争，没有车祸，没有风灾雨灾。所以就像你在诵地藏经的时候，你用一个悲心来诵地藏经，哇，四时游巡东南西北都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所以各位今天晚上不吃饭，一个和平的心，所有金门地区两岸地区的这些咽口鬼今天都不吐火，都不会肚子饿。所以一个修斋戒的人，你走路地上的沙天上的神都拿起来供养。所以除了我们守斋戒又有这种悲心呢、啊，各位你呼吸都可以利益众生。就像佛陀说，你心里在念 Om Mani Padme Hum， 那你的呼吸就可以利益众生，你的影子到哪里，那那个地方就消灾障。所以我想人可以影响世界，人可以帮助众生。今天你不生气，和平吃素，一个得癌症的人看到你病就不痛，他身上的冤亲债主会被你感动。所以我想各位每个人身上都有所谓过去无名贪嗔痴所造业而附着在你身上的冤亲债主。那一天有一位菩萨问我说，师父，我身上有感情债主，我一直感情一直来都不顺，那请问师父怎么样超度感情债主呢？我跟他说，那你就不要谈感情，他就超度了，那你也没有感情的痛苦，还不是很简单哦？你想要把它超度了，然后你好好的去谈一场，你过去就是因为感情欺负众生让他恨你，那你现在还要去追求自私的恋爱，那当然他不放过你啊。那你如果不去追求自私的恋爱，谈的是慈悲平等的感情，那冤亲债主被你感动了。所以你要帮助众生，那看你要不要改改自己啊。比如说你身上有个杀业债主很严重，现在已经让你得癌症了，很痛苦了，那你要如何超脱它啊？你要发愿，我从今天开始不杀生不吃肉，不会因为有众生伤害我我来报复他，那这个杀业债主就和平了，就超度了，那你的病就停止了。要不要花钱？不需要啊，不能用钱来解决问题啊。是钱是因为我们有一颗惭愧心布施心慈悲心而变成功德了。所以希望大家这3天保持一个八关斋戒的出离心，乃至对六道轮回众生的大悲心。所以刚刚我们新月菩萨给我讲一件事，他说，师父你昨天晚上睡哪里？我睡那家叫长虹啊，好睡吗？我不知道哎。他说他空空空空空空，有人在敲门，你有没有？我说我没有，我没听到。啊，然后他因为他看得见嘛，啊，师父自杀的来敲我窗户呢。啊，我说一定会有，因为以前这边军人啊心情不好啊，自杀了很多啊。啊，
那赶快写自杀牌位啊。所以各位，这也不是坏事啊，众你慈悲，众生就来拜托你嘛，啊，牌位给他写一下，然后我们今天的法会要回向给他们啊。所以来三天法会，所有功德回向所有自杀受苦者、战争死亡者、意外死亡者、轮回有情、所有动物亡魂、所有病苦者，同享功德。嗡阿訇，请问，嗡阿訇就是我们身口意的清净跟慈悲，叫嗡阿訇，身口意。那因为你的悲心就改变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当有嗔恨的地方要战争了、一个慈悲的人现前，这个嗔恨战争会消除掉。当人们充满欲望，想要去追求什么，一个没有欲望的人一出现，那这些欲望就不见了。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你念得很虔诚，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存在，请问你身心的痛苦还有吗？通通没有了。对家里的执着，对众生的恨，对肉体的痛苦的执着，一下都没有了。这个叫什么？来，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这个世间就像火炉一样，大家被烧啊，那个脚被烫得快都焦掉了，但是你只要佛菩萨现前，然后就清凉了。所以我想我们念大悲咒的时候洒甘露，那这个地方就清凉了。但是这个清凉来自来，心清凉则众生清凉，心清净则世界清净。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集合在金门啊，最大的金门体育馆，希望金门也好，两岸也好，世界也好，众生跟众生之间也好，冤亲债主跟冤亲债主之间也好，都得到清凉。但是重点我还是告诉各位，因为你身口意清凉了、清净了，所以世界就跟着清净。你的贪嗔痴啊清净了，那冤亲债主就被你感动，你慈悲心呢，他就变慈悲心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希望我们用慈悲心超度一切，感化一切。所以魔王来干扰佛陀，佛陀没有用武器啊，佛陀用慈悲三昧，魔王就退了啊。这些杀人的龙啊，要吃佛陀，佛陀用慈悲心拿一颗苹果，我要对你好啊，龙王的火就吐不出来了，依偎在佛陀的身上啊。所以世间人相信武力、金钱可以控制一切，但是你学佛了，不需要跟人家用金钱、用武力啊，用各种方法想要去控制别人，要用悲心啊，要用关怀，要用真爱去改变一切。所以我认为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汉人，我们大家现在经济状况越来越好，但是更重要的，慈悲才是财富，智慧才是我们的生命。用慈悲与智慧去解除各种的斗争、对立、痛苦，这就是佛陀啊！我想大乘的八关斋戒，大家来做一天的佛陀。所以坐在台上了，做个示范。黄色的代表摩诃般若，这种空性平等的智慧。红色的啊，黄的代表智慧，红色的代表承担所有众生的痛苦的悲心。所以你保持的平等的智慧，解救众生的悲心，这两个圆满就是一种佛的力量，叫菩提心。然后呢，你就可以改变一切。所以我想这两天很多菩萨在写牌位哦，冤亲债主、情债债主、杀业债主、祖先、堕胎胎儿。那我想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升起一个这种惭愧心，相信因果的心，解脱轮回的心，再进一步升起大悲心，愿成佛的菩提心，这样来修行。那请问冤亲债主会不会超度啊？没有问题，不但超度冤亲债主，希望金门两岸地球世界法界众生渐渐离苦。所以我想各位修行很简单，所以佛陀希望我们大家一个月至少保持六天的这样子的清净慈悲。我知道各位是在家菩萨，不得不为你的金钱、家庭、事业，也不得不去骗骗人、贪嗔痴啊、喝酒吃肉，因为你们是在家菩萨。但至少一个月六天过这样清净慈悲的生活，也可以消除你的病苦，也可以让你世间的事业更圆满啊。进一步呢，也可以解脱轮回，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一天就好。念一下，中品中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像各位刚刚在念了，受八关斋戒啊，罪业皆消除。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可以消除无量无边的罪业。来，请各位翻到最后面这个封面，受持一日一夜八关斋戒的十二项功德，来这边，这边。那你一定要有信心，你要得到这个果，那我们来种这个因啊。那受持八关斋戒的殊胜功德，第一条，脱离病苦。所以药师经要我们，如果你得到癌症很严重，七日七夜受八关斋戒，点灯啊，放生、念经、持咒，那就可以脱离病苦。所以我早上一大早醒来，我们秘书又打电话，师父某某居士得到这个乳腺癌了啊，他很怕。那我说今天受八关斋戒，那你也请他吃素，能够受八关斋戒，然后这个电视有直播，在家里跟着念跟着拜啊，心情不要再不好了。一个人会得乳癌，大部分就谁谁念爱发脾气，爱骂人啊，心情不平衡呢，所以他这个业因就会跑过来啊。所以我想世间的事情就像我一样，我们带了很多团体在做事，如果我很喜欢谁谁念，我看我早就得乳癌死了，因为我管这么多事啊，怎么办？连脚趾头都生癌，我跟你讲。因为你要抱怨呢，抱怨不完，真的你会抱怨，抱怨不完。所以我们现在学习感恩的心呢，啊，这个让我修忍辱，这个让我修慈悲啊，啊，我心甘情愿呢，这个世间通通是幼稚园，难得我大学毕业，我不能跟他计较啊，因为我们有佛法呢，啊，那你不能用我的角度去看对方啊。对对方不好，正常正常。就像你生了一个儿子不会走路，废话，当然不会走路，然后你要踹他，他本来就不会走路啊，他这么小连吃牛奶都不会啊，你要慢慢爱他，他总有成长的一天啊，啊，但是你不能操之过急啊。所以我想各位要培养耐心啊，培养耐心、悲心、容忍心、原谅心，对不对？啊，承受对方的苦啊，那你的病好像就不见了啊，试试看啊。所以你会发现你这样不要骂人，哎，咳嗽好了，不要瞪人，眼睛好了啊，不要骄傲，骨头好了啊，不要想男女的问题，肾脏病腰痛好了，事实上就是如此啊。所以因为你的心态就一直在加强你的病，所以你保持八关斋戒的正念，念佛、念法、念僧，哦，念来世的快乐，念持戒的清净，念众生的苦，心念一改，身体就平静了。所以早上有一位英国的菩萨，然后他隔壁的
外国人邻居跟他感情很好，那邻居的太太跟他说，我先生已经剩下两个礼拜，医生说只剩下两个礼拜，等他查到的时候已经大肠癌末期，剩下两个礼拜，他在那边哭啊。当然他写信给我，要我赶快帮他回向，至少减低他痛苦。所以我现在每天找我的没有一个都讲说，师父我发财了，都跟我讲，我师父我得癌症了，每天都跟我讲这个，在提醒我，一直都告诉我，师父你得癌症了，每天都在提醒我癌症癌症癌症啊，死亡死亡。所以我要更认真了啊，因为佛教讲空性，什么叫空性？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与其担心不如悲心呢、啊。所以我妈妈一生病我就很紧张，我就心脏快跳出来啊，我才知道爱一个人这么苦啊。所以就像我生儿子的时候，我才知道说爱到痛啊，痛，我怎么这么爱他，我会痛啊，我对我妈妈还没那么痛，对我儿子还真痛啊。所以我想各位，生在你左右的是你爸爸、你妈妈、你儿子、你老、你大儿子是你最爱的情人，你女儿，反正你问来问去都是这些情啊，不会，不然不会生在你左右啊。但是你知道就好，但是你还在轮回下去吗？继续痛吗？所以我想清楚了，要放下，要放下啊。我的妈妈我这么爱她，我的丈母娘做过我好几次妈妈，我的太太是我好几次的女儿跟太太，我儿子是我每一世的儿子，你看我心脏痛不痛这样啊？因为有这个感情，那你第一眼看上她就爱上她了，就没办法了，一辈子就完了啊。那就代表因为过去世，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儿子生下几天我怎么看到他都不想睡觉，这是什么理由？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相信因果，但是我就没办法忘掉他，我就一直想着他，我宁可钱不要赚我也要去照顾他。所以、哦、原来这个是感情、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们生生世世为所爱的人离开我们所流的眼泪啊，比大海还多。你看各位，你流了多少眼泪 啊，所以我到今天还在流眼泪啊！我就问医生，医生你眼睛没问题？医生说没问题，我为什么一直流眼泪呢？后来我就问那老和尚，老和尚说现在还有人在为你在哭啊，哇这样子，所以 我眼睛又没问题，一直流眼泪啊，因为有人在为你哭啊，伤心啊，你会掉眼泪 啊，所以我想真的有六道轮回。所以在这一点，那各位当然修行要清净，你心里放得下，身体就清净，要改变。第二条，消灭罪障。我们每个人在无明的时候，就像我想有人跟我说我上辈子出家好多事啊，做过很多善事啊，我说没有你骗我，我这辈子都在做坏事，我天天在赌博找女人钓鱼，我在抽烟喝酒，每天一有钱就去赌博，我没有在做好事啊！你说我上辈子，他说这个叫隔音之谜啊，这个末法时间，你来投胎你就一定会这样。终于遇到佛法啊，有了惭愧心，过去的善根就升起来。老实说，我吃素，只有一个人跟我讲你要吃素，为你妈妈，我无论如何我就决定吃素，这个叫善根。而且跟我讲的人是个卖橘子的一个老伯伯，卖橘子的。啊，他也不是佛教徒，但是有这个善根。虽然我这辈子这么喜欢吃肉，但是讲一次吃素的功德，那我就一辈子怎么样我都不会改变啊！我看到出家的定义我就决定出家了，这个就是过去式养成的啊！我看到什么发菩提心，哇，这是生命之光啊！啊，爱情是苦的，菩提心才是真正的生命，那我就要全然放下啊！我一点都不会，那么当然很痛苦，但是痛苦也要放下，这个是累世的善根呐、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这个罪障消除掉。你有惭愧心啊，手包完斋戒，这个罪障消除了，黑暗不见了，你就看到光明了。原来我们是好人呢，
啊，原来我们过去是修行者，只是一时无名呢。第三个，免除横祸，不是为自己，来，当愿金门地区、世界各地无有车祸、意外死亡。那除了自己不会有横祸，家里人不会有横祸，然后希望这个世界减低。第四，远离恶趣，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二十小节不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如果用大悲心菩提心来诵，念一下200万劫不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200万劫呢。所以我想各位，有人说这个人做坏事，那怎么坏事做完他下辈子还会升天呢？还会做人？人家守过八关斋戒啊，先享受善业啊。就像这个人，我去贪污1亿，在没被抓到之前，我都是很快乐的啊。所以意思是说，善有善报，特别八关斋戒的力量，能够让你先领受善业啊，升天做富贵人。你善业享受完，才有恶业就现前了。所以在我们现在享受善业的时候，又能够忏悔恶业，那很重要。第五，福报优厚，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以世间人的想法去受，可以享受60万世的福报，60万世，富贵有钱健康。所以我想各位，你把你儿子抓过来说，参加，给你10万，对啊，他一定来啊，他为了10万，他就10万10万一直念一天了，那至少他参加了60万世的福报。所以我们中国以前的皇帝啊，只要为了国家消灾祈福，都带着全国文武百官老百姓守八关斋戒，这样啊，就像梁皇宝忏，梁武帝带着全部皇宫的上上下下7日7夜守八关斋戒，啊，为死掉的王后堕忏大忏悔，也为了这个国家改变命运。第六，成就迅速，我们都希望世间的成就、修行的成就叫息地啊，我们佛教的修行的出世间的成就叫息地成就，都能够迅速开智慧。第七，来世尊贵，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守戒。如果你要行菩萨道，你来世不尊不贵啊，没人理你啊。没有影响力啊！大乘佛教的目的是要产生对世界众生的影响力，那你才能够有钱帮助众生啊，你讲话有人听啊，你能够影响别人啊，所以你就可以来世尊贵，像普达国王20几岁，国泰民安，相好庄严。为什么？他过去是老皇帝的奴隶。他永远要跪在地上，他头不能超过老皇帝的膝盖，你看他多卑贱了啊！但是因为他一起去参加八关斋戒，他就跪在地上很虔诚，没多久就无病而终。那老皇帝去参加八关斋戒目的呢，祈求怀孕啊，因为他没有生儿子啊，希望他有儿子能够传宗接代啊。结果普达那时候做奴隶，就来投胎做皇帝的独生子，所以这个叫来世尊贵啊！所以各位这辈子不用太拼了，赶快布施，你下辈子就住5亿的大房子。这辈子说八关斋戒谦虚，生在国王的独生子，你不得不做国王啊！你不用跟人家争啊，像你家有5个兄弟，还要争来争去的。所以我经常跟我们湛乐法师说，哇，你独生子没人跟你争啊，那你福报大，不然你还要像有些皇帝，为了要做皇帝，我把两个哥哥杀掉，不然我怎么做了皇帝啊？这个叫来世尊贵。第七、第八，得生天上啊，你有布施可以生在第二层天，各位有点灯生在第三层天，各位愿意念弥勒菩萨生在第四层天，各位打坐断欲望啊，可以生在
第七、第八、第九层天。所以来世升天，第九往生住缘，不光光是西方极乐世界。弥勒菩萨说，守斋戒又会供花，必生我弥勒净土。所以药师佛说，那你守八关斋戒，随愿往生。第十，临终欢乐，我们大家来比赛，看谁先死，死得好看，很庄严啊！临终欢乐，然后以后有同学毕业照，那个死的拍一张相片来，死相好不好看？啊，修得不错，满房间都香味，都花的香味，死相庄严哦。所以我这一次要送给各位一个特别的纪念品啊，这是首版发行啊。各位今，如果你守八关斋戒守得圆满，送各位一个戒牌，好不好啊？戒牌，特别定做了，这边写斋戒，这边写菩提心，还有海涛签名。但是我希望各位呢，你每一次守一次八关斋戒，你用铅笔给它画一条线，好不好啊？这就是你的令牌，走到哪里没人敢惹你啊！啊，这个是皇帝牌。那像今天你守的不是一次啊，今天现场假设有400个人，这种大法会400次啊。哦，所以各位这个叫共善业，你在家里一个人守一次，所以你要参加这个斋戒大法会，哇，你就用红色的笔，叫大戒的法会。以后你儿子肚子痛，来来来来来碰一下，斋戒的功德给你啊，发菩提心的功德给你啊，啊，所以这个是仿古时候留下来一个几十万的戒牌，那我请人家用最好的木头刻着了，啊，所以希望各位这个今天说完就发给大家，好不好啊？以后斋戒日，你只要守八关斋戒。记着带着啊，记着带着啊，放在皮包，带着放在车上哦。斋戒日啊，只要是斋戒日，你就看到这个牌子，记得守八关斋戒。下回来参加法会，我看你画几条线，画越多的坐前面，画越少的坐后面啊。那你不要骗我，对不对？但是代表有在守戒吧。再来。第十一得相好身，那佛陀三期修福慧，佛陀三大阿僧祇劫要修六度波罗蜜，福德智慧圆满，这样还不够，念一下百劫修相好，100劫才可以修到佛陀这样相好庄严。但是守八关斋戒呢，你可以很短时间得相好身。32相，80岁行好。特别各位做女生嘛，做女生就是喜欢漂亮嘛，庄严了嘛，好看嘛，啊，自己拿镜子也会欣赏，这样，啊，所以有一个女生为了去美容，美失败了，自杀。你看，哇，自杀，她看到自己就很恨。我也可以想象得到，就像别人把你头发剪乱掉了，你真的想要去撞墙。啊，所以因为人都重外表，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外表可以让别人生起欢喜、恭敬、法喜，而不是男女的欲望，而不是骄傲，也不是自卑啊。所以这个相好庄严可以引起别人修行的法喜。第十二，成佛道缘，那诸佛父母也，守八关斋戒是你成佛的基本。我们出家人守沙弥、沙弥尼戒、比丘、比丘尼戒，乃至菩萨戒，乃至最圆满的三昧耶戒，都要以八关斋戒做基本。所以各位呢，八关斋戒再多一条就出家了，沙弥戒啊，就是不持金银戒，那你就等于出家了。所以佛陀制定了在家人的出家法，但是呢，站在我们大乘佛教不是出家。是把今天八关斋戒一日一夜所修一切功德回向法界众生离苦得乐，回向法界众生同成佛道，念一下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啊，太伟大了，太殊胜了，所有的功德啊都要回向给众生成佛，不为自己的福报，但是你越回向给众生，你自己的福报越大。所以各位，空性就是你要学，从这边到最后有没有大家都听得很清楚，空性就是站在众生别人的立场叫空性，没有自己，然后你要息息相关啊，跟每一个环境。所以我在讲给往生牌位听啊，讲给消灾牌位身上的冤亲债主听啊，那你要想说，透过电视直播讲给世界各地的人听啊，就算他不是佛教徒，这个卫星的讯号是一种八关斋戒的慈悲的讯号啊，对他们一定有所帮助啊。所以各位要了解，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一直在影响世界，就像各位你现在在呼吸，那我吸进来有你身上的气，你吸进去也有我身上的气，大家在互相影响，那现在你就知道这个意思了。所以善也可以影响世界，恶业也会影响世界。所以各位，为了众生好，你没有半毛钱，保持一个悲心念佛的心，你就在帮助众生了。这一点请抓住，请抓住啊！然后，当然你有更圆满的心去布施十块钱，超过人家布施十万。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圆满的心态。特别各位叫守八关斋戒的真上而直趋人天，或超有漏而净灯绝暗，五圣运载戒为轴匣，万善克备戒为基本。各位于今天来到金门体育馆求受八戒者，先当晓了八戒明体，次方与各位一一传授之。然此八戒名曰八关斋，关者金闭之意，为金闭八事不犯故；斋者其意，以过中午不食为斋体，八事铸成清净斋体故。尤其八事斋体共相支持，又名八支斋法。须知斋一名戒，佛所制定故，戒一名斋，其身口意三业故。太重要，持戒持戒，戒就是斋啊，必须从身口意的清净，不伤害无污染表现出来。所以以身业齐则无秽恶，所以各位要知道对跟错，讲话一样要知道对跟错。那所谓清净是你知道错，所以我不去做错的，我去做对的，这个叫清净。不是说那我今天都不要讲话，有些人贴个禁语，我今天不讲话，我明天要骂你，那你哪有清净啊？清净我就知道骂人是错的，所以我今天控制一天，明天开始我就不骂人了，这个叫清净。难道你知道哦，这个是错，那我明天继续错？清净就是你对错弄清楚了，我知道骂人讲是非不应该的，贪嗔痴不应该的，所以我能够永远远远如此最好。那你明天犯了，所以你就赶快有所报关斋戒来忏悔，而不是说我今天不讲话，明天好好骂啊，那没有意义了。所以各位要练习清净对跟错，然后用在你日常生活。所以身体绝对不要杀生、偷盗、邪淫，乃至男女的淫欲、爱染等等。口业齐则无诸过失，不要骗人，不要骂人，不要背后说是非，不要讲没意义的话，要讲真实语，要讲柔软语，要讲和和语，要讲对对方有帮助的话。各位一定要练习啊，因为很多福报啊跟你讲话有关系。身体不好啊，事业不顺啊，你讲话有一点苛刻啊，专门讲别人的缺点，那你就会事情障碍很大，障碍很大。所以呢，多讲别人的优点，
多称赞别人啊，多微笑，多主动跟人家打招呼啊，那你的命运就改变了啊，这不用花钱呢，功德很大的。所以你新年开始了，做老板呢，每次坐在公司，大家发财，员工说发财从你那边来 ，OK， 加薪水啊，你微笑他快乐，然后他就努力帮你赚钱了。所以各位做太太一样啊，你老公回家要学日本人哦，老公回来了啊，赶快倒水微笑，哎呀，我家里多好啊，你回来都不笑的，不甘愿啊，因为你昨天没回来啊，我干嘛对你笑啊？那事情就恶性循环了。所以各位，他不好，我们原谅他，我们要对他慈悲，因为你学佛了嘛，对不对？没学佛还没话讲，你学佛了，你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心业起则无烦恼，所以各位要养成没有贪心、嗔心、愚痴、邪见、傲慢、嫉妒、怀疑种种不好的念头。今天要培养哦，出离心、惭愧心、悲心、成佛的菩提心、无我的空心，然后一直培养这种善根。最圆满的善根就是圆满的菩提心。那你不但不会造成三恶道的轮回，还可以创造往生净土成佛的因，养成习惯啊。特别各位来做义工啊，哎呀，事情很多的，每次大法会很乱的，这个乱乱乱。那有时候你很容易骂人啊，讲东讲西，你要学老和尚坐在那边，你也对，他也对，通通对，大家都对，这样。因为我今天在修行啊，我不会被事情所干扰，千万不要说因为忙起来就骂人了，那这样你清净心就不见了。所以在动中要静，在变化里面你有一个不变的心啊，保持很平静。只是产生悲心去处理就好，养成习惯。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秉至虔诚啊！今天不管谁来干扰我、伤害我，我都不起心动念，只保持正念、悲心。你要练习啊！特别你想要修行，魔会一直来找你哦。魔事实上是佛菩萨的视线一样，魔事实上是消你业障最好的方法啊！因为你要念一下。降魔成佛，这个魔在哪里呢？内心里面呢、啊，调伏自心，消除我执。你千万不要啊，拿着做善事做借口啊，所以不能因为境界的变化起心动念。所以各位要秉至虔诚，决定好，我这一辈子别人怎么伤害我，我都不报复；别人怎么样欺骗我。我都不骂他啊，什么时候我才讲呢？等我成佛再来告诉他，留一条缘就好了啊。所以那现在当然我可以讲他的错，保持微笑可以啊，但是不要一种嗔恨不高兴去讲对方的对错，因为我们要决定好。所以内以六念静其志意，第一念佛慈悲导师啊，每一个佛太伟大了，为众生的奉献、轮回、受苦、牺牲，像佛陀一样，最后苦行成佛，示现给我们看。阿弥陀佛啊，过去是个国王，舍下王位出家，啊，精进修行，入定无异劫，哇，这样去思维，所以种种的功德终于圆满，太慈悲了啊。第二个念法。那每一个佛就是希望我们把他的教法能够去实践啊，所以要在内心里面保持对法的实践。三世佛母诵地藏经诵一万遍有福报，但是你把地藏菩萨的本愿放在你心里，用行为去实践，太伟大了啊！这个叫入心呢 啊你读华严经啊有福报，但是能够把华严经的精髓用你的生命来实践菩提心啊，这才是精髓。所以要保持正念。第三念身啊，按照佛陀的教法，在实践的修行人不分在家出家为人天福田，
所以各位，这一次三天多精进一点，你下辈子投胎在金门呢、啊，一定是做县长啊，做首富啊，啊，做有影响力的人呢、啊，因为你在这边积福报嘛，而且这些被你回向的众生呢、啊，生生世世都来跟你结善缘的，啊，所以超越了金门呢、啊，整个地球法界我们都在回向啊，所以我们要来意念这些修行人。实践慈悲与智慧的人叫僧伽，连天人都要护持你，人类都要依靠你啊。第四，念天，那利用这一辈子像今天一样，宁可不享受，断欲望，不享受，好好修福报，那你来世升天，福报很大。就像释迦牟尼佛时代，目犍连尊者有一天用神通升天了、啊。看到一个女人呢、啊，在忉利天，所有女人都很清净，但是这个女人不但清净，又漂亮的不得了。她的皮肤会发亮，她的皇宫水晶的皇宫，而且不是白色水晶，都是七彩的水晶贴满她整个皇宫，皇宫最美，外表最美。那时候目犍连就问说：“哎呀，这位这么庄严的天女啊，哇，你是修了什么功德啊？”为什么你同样是天女，你是第一庄严呢？外表皇宫都庄严呢？这个天女就合掌：“哎呀，尊者不好意思了，我过去是在迦摄佛的时代，我是一个卑女啊，一个没有身份地位的人。过去佛我守了一次八关斋戒、啊，到现在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这么长的时间，他都还在天上庄严，天神庄严。”啊，因为八关斋戒的功德啊，所以各位，哎呀，下辈子各位都很庄严了 啊，长寿安乐又快乐，来世有这个福报。但是我们把这个福报回向极乐世界啊，回向兜率内院，好修行。第五，念戒，所以我们要今天就像各位，你把开了一个月的车子，从里里外外净化。啊，换黑油，洗沙发，啊，外表打蜡，这个叫清净身心啊。希望各位要感受到你今天的干净，身口意的清净，你会回到佛的心态。这个清净就是说，你没有贪嗔痴，清净的身心当下就是佛性，至少是阿罗汉的本体，啊，享受这种净化。所以各位一定要享受到啊。你不要说、哦、反正我就守戒，还在忙东忙西，想东想西，你不知道净化，还在烦恼。哎呀，我儿子生病，你先放下，你一日一夜的净化，回向给他，力量很大。啊，当你在净化的时候，就已经在帮他打点滴了，他就不会痛了。你不用挂着心啊，用这种担心、没有放下的心就不清净，那这个等于水管被塞住了，这个点滴点不过去了。所以你越净化，这个功德回向力越大。所以各位享受一种清净的身口意的状态啊。现在无病无苦啊，内心好清净。为什么？你内心一清净，身体又不是我的，身体自然老病死，但是我内心很平静。奇怪，虽然他还在病在痛，但是你不会感受到。就像一个人打坐到一个阶段，心很清净的时候，身体还在变化，还在酸，还在麻，但他觉得清安，他觉得一点感受都没有、哦、他知道，但是他没有感受痛苦。所以各位要保持这样一天一夜的试试看。你要持戒，好好的外以八支内以六念，保持身口意的这样的清净。第六，念布施，想着众生的苦，贫穷的人，被杀的人，轮回的众生，我们要回向给他们啊，替他们放蒙山，带他们忏悔，带他们往生净土。所以外在以八支约束其身口：第一，不杀害众生，这是身体的清净；第二，不偷盗他人财物；第三，最好的清净，念一下全断淫欲啊，没有男女的情欲啊。我们出家人快不快乐啊？哎呀，我们赞叹所有出家人，鼓掌！哇，全断淫欲呢！啊，所以还没有结婚的，你要有福报才行啊！
才有机会出家啊。那有些人来问我问题，怎么办？怎么办？我爱那个，不爱那个。哎呦，很苦啊，很苦啊，啊，五花大绑啊。但是各位练习今天这种没有情欲的生活，多快乐，多清净啊！乃至第八离非食时，晚上不用吃，多好啊！像昨天晚上吃一顿饭，从6点吃到8点，啊，我又想是浪费生命。好，还好谈谈佛法不浪费，晚上叫应酬啊！啊，为了谈佛法，那其他时间有时候蛮浪费的。所以晚上各位今天不能吃东西啊，除非你是生病糖尿病，你不得不喝一点豆浆牛奶啊，你要保持肚子饿饿的。正常的人只喝开水。如果你有在打坐精进，你会觉得这个肚子饿让你很快乐，身体很轻松，少病苦，没有欲望，睡觉时间短啊，众生也感受到清净。因为学佛人知道心主宰一切，所以你内心要去学习这种观想，特别你观想极乐世界，观想阿弥陀佛，是很容易观想。再来要礼请法宝，所以各位看到所有经典，释迦牟尼佛的肉体没有了，但是释迦牟尼佛的真理，肉体的生命变成经典，所以经典所在之处即佛所在之处。所以你要观想每一部经典的字都在放光啊，都在放光。就像各位看到地藏菩萨后面写的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哇，这个字在放光。就像各位看到南无阿弥陀佛在念的时候，每一个字都在放光。就像各位看观想所有经典都在放光，而且各位也要发愿念一下：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老实说啊，很多人问我们很多问题，超度了吗？赚钱吗？很少问我说，师父哪一部经哦？哪一个字在讲什么？很少，很少人在看经典了。啊，那这是很可惜的那一部分了。所以各位一定要多看经典。世间迎请三宝万灵，三宝正门万灵卫护。老实说，你要修行一定要有护法神，各位养成习惯啊。那因为你越想要进步，越想要帮助别人，你没有护法神呢、啊，那你去帮人家助念回来你就生病了。很多人就这样就怕了，不敢去助念了啊。那所以各位，你最好要经常观想或是祈求护法神，你就这样念哦，愿护法神加持我，保护你嘛，啊，或是你要念一个咒，念一下 Om Trin， 啊，这个 Om Trin 就是佛菩萨，就文殊菩萨的护法，保护你，保护妈妈啊，保护胎儿，都是念这个咒 Om Trin， 保护自己的啊。那当然，像各位今天发给各位这个戒牌，各位就多受八关斋戒。记号在上，我这个保护你啊，因为持戒的功德啊，保护你。那老实说，像各位你穿个咖啡色的幔衣去助念，那个力量很大啊。为什么这个戒的衣服可以保护你？所以你晚上不好睡觉，赶快把那个你的幔衣拿起来盖一下就好了，戒的保护。那如果你没有，等一下就跟我们湛严法师持戒圆满，捡一块给你。这个就是佛经说的啊，那些龙啊，那些蛇要被吃掉了，被大鹏金翅鸟，他们求佛陀加持，佛陀的袈裟布布施给他们了啊，保护他们的戒力的功德啊。所以三宝正门万灵卫护，今者垂慈降临遍满法座。首先各位应悲恳摄受忏悔往迁，让所有众生跟我们三业无污染方堪受戒。我今为汝等举忏悔大经偈，汝等听我之言音，心想忏悔经偈之义理，决心发誓改往修来，更勿再作诸恶。各位一定要有决心啊！
我发觉现在修行人决心不够，就是意志力不够，就是个人的习惯性一直这样啊，不要打瞌睡好不好？那就偷偷睡也可以吧，啊，他就改不掉一个习惯，啊，不要生气好不好？哎呦，那真的没办法啊，那叫刚强难服啊，那就改不掉，所以嘴巴说一套，碰到境界就没办法。师父没问题，没问题就还俗了，没问题，对，因为他碰到所爱的对象就师父再见啊，我先谈恋爱去，啊，那因为他没办法，碰到境界就没办法，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有决心。那什么是最好的决心呢？我如果再这样，我下地狱，你要敢发愿，啊，所以每一尊佛因地能够降服自己，最后成佛，他都是发这个愿。我如果诸佛做证明，我再一次的起这种烦恼习气，我下地狱，啊，所以愿十方诸佛做证明，要这样。你没有，你不敢发这个大愿了，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就是问题啊，啊，所以各位你要改变自己，你没有发愿了，不行啊，你把手机都摔坏了，你还是照买来打，啊。你把手切掉了，你还在赌啊？那个习惯改不掉，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有决心，才能够消业障，冤亲债主才会原谅你。啊，冤亲债主不原谅你，就是你一直重复那个烦恼习气、讲话的模式，那这样你就没办法消业障，你会觉得为什么改不掉，为什么还是病啊？所以各位一定要真心的忏悔。特别这三天的法会又能够超度，我们把所有的自己的生命、身口意供养三宝、依止三宝，那你就不会走错路了，你就不会再轮回了，将来可以成佛了。所以以这样的信心，所以得到戒体，正式接纳戒体，更加三劫得戒法圆满，对三宝圆满的信心，为之三番结魔，如随我道。所以各位皈依佛啦，那你要相信佛是圆满的，世间的神明各种宗教有它的好处，但是唯有佛陀才是究竟圆满，而且可以帮助众生的，也对三宝要有信心。再为各位宣说八戒名相，让各位了解戒的行为相貌，来保护内在的清净戒体。那戒体得到了，那你就得到戒的功德啊。汝等当遍缘法界，这个戒体就像